哎呦，狗狗们，哈哈，一喊就跑过来了，狗狗狗，嘿嘿，狗狗狗，哎，哎呦，我外面看到吃的，感觉不得了啊，嗯，跟大白一样，跟个小狗一样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我的那个，我发现啊，真的是我们小院啊。比那个市里啊，比库尔热那边啊，感觉冷多了。一回来有点不适应了。早晚温差真的很大。早上有点冷哈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里呢是在那处于那个，就是托木尔峰哈，在那个山脚下。嗯。感觉比阿克苏市里要冷一点。对。嗯。所以说我们这里经常下冰雹啊。这边，但是这边夏天舒服，夏天真的一点不觉得热哦。对。来了，老大白。一个个跟个什么一样，哎呦！哇，早上感觉这个空气挺清新的哦。是啊，嗯，一个个都等不及了。最近给他们下的蛋有没有捡？没有捡呢，在下在最里面捡不着啊，不知道下了多少个了。我每次捡的时候，嗯，要把那个门把窝拆了才能捡。那、啊、我们上次不是放了个引蛋在外面那个窝那里，想着在外面下吗？啊、我后面发现它为什么不在外面下了？那个蛋呢、啊？没有了。为啥？不知道，我怀疑是不是它在那里下蛋是有什么其他小动物把它的蛋吃了，所以它不在那里下蛋了。它就是不愿意捡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自己把蛋拱过去了。没有，我在那周边都没看到蛋，而且看到那个窝有点湿湿的，连壳都没有了。被人偷吃了？肯定被偷吃了，不然他们不会躲起来下蛋的。所以他们好聪明的哈、哦。他们知道躲起来下蛋，因为有时候我听到他们就是一阵那种预警的那种叫声啊，他们有时候会预警的，就那种叫得有点受到惊吓那种叫。是吧？啊，然后我一过来，我又没看到什么小动物。哎呦。你看一下他们的蛋，特别小贵妃，它好聪明的哈、哦。小贵妃会找窝的。哎呀，来看一下。哦哟哟，这个盆啊。啊，那这个窝，你看里面的蛋没有了。嗯，你晒一晒给它。啊，连壳都没有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你猜有多少个？又有多少个？啊、反正你吃苦了，到现在我也没捡到。上次你捡的那一窝我一个人都还没吃完。哇，他们真的很聪明啊，知道躲起来下蛋。哇，又有十几个吧，就养两个小鸡仔这蛋就够吃了哈。多少个看一下，哎，不多哦，没了吗？没了。完了，我感觉还是被什么偷吃了。你看小黄的蛋怎么那么少啊？嗯，小黄怎么才三个啊？四个吧。三个，二四六八九，你看，小贵妃都下了九个。小贵妃在哪里啊？小贵妃换地方了。没有啊。看到这里有蛋液的。是不是里面有蛋液？还有点，嗯、对。就蛋液的样子。是啊，上次放了鸡蛋在那里没有了，放了专门做引蛋的哈、哦。感觉。放那边晒一晒吧。感觉被什么小动物吃了。把监控对准那个窝里面看看，能不能找出来这个偷蛋贼是谁。偷蛋贼是谁，对吧？嗯，我们看看偷蛋贼是谁，他肯定每天过来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有可能。啊。你看我们这个菜园子里啊，还有什么能吃的？给它全部摘完了，因为这个天气，感觉好多应该都罢园了哈。嗯，那番茄也要摘了，不摘好像要坏了。茄子要摘了，这是茄子。你看这番茄，小番茄。哇，哎呦，你看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这茄子我也要摘了。嗯。茄子这么长啊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吃一顿。茄子炒辣椒，可以哈。哇，青椒茄子，哎呦，还有小圆茄子，这还有小圆茄子。嗯，我们那个种的瓜子，买个瓜子。嗯，种的瓜子得给它剪下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把那个季节丰收了，你看。嗯，丰收了。这个是我种的板栗南瓜，能吃了没有？木质化了，木质化了。熟了没有？熟了。这个长得不够大。对。明天的早饭，你这今天来大丰收来了。哇，你看。哇，这个木质化，这个好吃哦，你看它。这个好吃。已经熟透了，那个看，
看它那个把已经干了，看它把已经哇，已经干干的了。嗯，感觉这个好吃哈、哦。嗯，别看它那么小，我感觉应该不错。哇，我们种了板栗南瓜，看我们的马牙瓜子，哦哟，熟了，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嗯。哇，感觉好漂亮啊、哦！我们这没想到真的能种出来，看一下，哇！我给它拿下来。哇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向日葵。嗯。不是黑瓜子啊，白瓜子。没事，种点向日葵可以啊，它的花又好看，又有瓜子吃哈、哦。对呀，还有好活。这是阿克苏的马牙瓜子，这边的特色哈、哦，在内地也没见过这种哈、哦。是啊。白马牙瓜子。哇。你看这一个长得好高哦，好高啊，都够不着。嗯，真的没想到它能长这么粗壮哦，一个小马牙瓜子哈、哦，哇，你直接从这么从这里捡了，嗯，收瓜子了。这瓜、哦，哎，这瓜子是不是可以留种子种啊？这个二代人也不行吧？哈哈、啊，你看这么粗，你看。哇，这马牙瓜子好大哦！这被小鸟吃了，我们摘不摘？被小鸟吃了，你看。哇，两腿都大。嗯，嗯嗯，好吃。嗯，我们自己给它晒一晒。吃的不上火，好。嗯、自己拿来给它晒一晒。嗯，是不是可以留种子了？我们的豆角都这样了。呀呀呀，下面还有个黄瓜。哇，这黄瓜也可以做种子了，老了不用吃了。不知道它这里还有个黄瓜哈、哦。看这狗子，啊，知道在这里晒太阳是福的嘞，你看它，哈哈，晒晒太阳，大大军啊！我们这个番茄要赶紧把它剪喽，不然要罢园了。你看，你看招虫子了，哎呦，好好，一看就熟透了，好吃的哦。嗯，有一股那个番茄味了、哦嗯。这个，对对对，现在这样的番茄卖的可贵了。是啊，现在番茄、青菜卖的可贵了哈、哦。嗯，之前卖5块钱左右，现在都要10块钱哦。翻一倍，嗯，翻一倍了，现在菜价贵了，嗯，这个都不舍得扔了，拿来切一半吃吧，这个干妈的可以吃，要赶紧给它摘了，嗯，哇，一看这成熟度达到了满满的，哇，你看这个是熟没熟的呢，紫番茄一样的，小番茄也给它摘了，这个想让它往这个树干上爬的。感觉不行了、嗯、赶紧摘，你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花的种子飘到这里来了，你看，哦呀，随风而飘，到时又不知道在哪里又生根发芽了，你看，嗯，这种子好特别啊、哦、就变成辣椒干了、嗯、刚好做干辣椒了哈，椒有点像人家外面种的大片的干辣椒哈，有点像，嗯，这做调料不错，做大盘鸡哦，大盘鸡，这个菜地里啊掉了好多这个核桃啊，我们给它剪一剪吧哈，剪一点核桃。姑姑们，你在吃啥呢？不给他拿，他不开心呢、啊，非要拿。戴了口罩还要拿，哎呀，不要拿哈、啊。嗯。太满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反正了嘛。拜拜。啊，大白就这样走了。拜拜。收获满满的啊！这是好几天的那、这个。嗯，外面还有。嗯。外面还有。哎呦，大白，你们这个好啦，把我核桃放那里。哎呦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那里捡啦？好聪明哦！啊，外面还有核桃没捡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把这个锅道啊，这几边这个大的向日葵给它摘了。都要摘了哈、哦。到时候了，要不然的话就被小鸟给吃完了。这不舍得，你看它长得好高哦。没事，这个明年
随便弄几个瓜子放一种就是种活了。是啊，留点种子看能不能种。可以。嗯。它是那里黄黄的，很有秋天的感觉哈。嗯，来吧。剪啦。嗯。哇，别倒了。天哪，好大一朵哦！哇，好漂亮，很漂亮。收获的季节哈、哦。对，秋天收获的季节。这我真的记得，我之前那里吃瓜子，把它丢到那里了。妹一直觉得是她之前吃麻瓜子的时候，爷爷没咬开的放进去长出来的。好好长啊、哦。嗯。老板，你要吃吗？你吃不吃啊？我也喜欢吃哦，哎，好饱满哦，真的没打理它哈、哦。嗯，喂，我给剪的那么地方剪。这个我在这里种一点，应该也不错。对。那好空哦，心里也空空的。心里也空空的。来、啊，那留两个在这里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丰收大丰收啊！哎呦，你要做什么呀？还想啄瓜子吃了。姑姑本来想吃瓜子，啊，你要吃瓜子啊？大白不给他吃啊！好好好好好好，不吃不吃不吃，我不吃不吃，等下烤好了烤了哈、啊！好，大白最乖了哦，大白是园长啊，听大白的啊。这边是我们后院的这向日葵啊，也是随便一拨的，本来想往边边上拨了那个向日葵的，没想到它也长这么高哈、啊！哦哟，这个更大。哇，感觉还挺饱满的，真的 好耐旱哦，这向日葵哈、哦，真的种的时候没指望说能吃上瓜子的，我就说它长花好看的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真的收好多瓜子哦，哎呦，你看好漂亮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有没有用啊？这个是之前开了好几朵花的，没有给它疏花，哎呦。哎，这我感觉拿来做插花不错哎！哎，剪个长一点的给我，我想拿来做插花，我们的瓜子花，你看好漂亮哦，跟一朵花一样。对对，这小插花，对对对，给我弄插花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拿来到时候弄干花来插花。哦，对的，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可以。啊，把这个剥掉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哈哈。送给你了，是我们的零食。送给你了。哇、哦，这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这里有条虫子，姑姑伯，快来！狗狗，呀呀呀，虫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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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呦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虫子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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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哦哟，姑姑伯眼神可以哦。哎呦，吃到没有？可以啊，狗狗，你的小眼神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！哇，这个我到时候拿来做插花，我感觉应该不错。吃上瘾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自己找去吧啊！这个瓜子还可以，没有什么虫子吃哦，都不用打药的。弄几个杆子给我留长一点的，我看能不能拿来做插花。不的，不好了。拿来当摆设，哎，再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啊、哇，好大力气哦！好了啊，好，好，给掉下来。哦哟，这杆子真的比我手还粗哎！天然的装饰品呢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看看哪里能摆一摆，我觉得可以当装饰品。你搞笑的。嗯，独特的美，自然的美。饿了还可以没事抓点瓜子吃吃。可以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呢。往大厅，大厅哪里一摆？天然的自种的装饰品。嗯，可以。嗯、啊，这边是黑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黑瓜子。黑的没有，黑的没还没有摆的盒子多呢。嗯、哦，好的。这黑的。这是啊，底下的几个黑瓜子。嗯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是黑的。嗯。哦，这个黑的漂亮。嗯。哇，把这个表面给它剥了。表面给它，不是那个，哇，剥一剥，好漂亮，黑白配啊、哦、哈。嗯。嗯，你看这个瓜子，给它弄掉，它是不是跟一朵花一样？嗯。干花一样哈、哦。嗯。嗯，这可以当装饰品。嗯，你看，
好多瓜子，拿不回去了。嗯，好漂亮。黑的呀。嗯，它就是皮厚一点。给它放在这边晒一晒哈。哦哟，晒一晒是好打下来啊。对，到时候直接晒好了就行了。嗯，晒完你要打一打哈，把那瓜子抽出来。我想着我到时候再出门的话，放在车上当零食吃。还剩下一些放在这里，我感觉也挺漂亮的哈。来，放那里晒一晒。吃个梨。吃个梨。这个是放冰箱里，给它冷藏了一下。哎呀，刚好。刚好。渴了是吧？嗯。哇。嗯，看冰箱拿出来就是好吃。冰箱拿出来有一种吃那个冰糖雪梨的感觉。嗯，如果把皮去掉，那真的是跟喝果汁一样啊。嗯，冬天吃点梨还是不错的。嗯，今天是瓜子大丰收。对。到时候把瓜子看自己能不能给它，也能炒一炒。嗯，我们还有那个门口的那些。但它再长一长吧哈。对，还是开不了。还是那自然干是不是也可以啊？自然干应该不行吧，要炒一炒的。